因为其实像现在领养，应该是说领养现在都是免费的。可是因为像现在我们送养了这么多次，我们发现很多人对于领养的观念会，哦，我今天领养之后我不喜欢，我退还给你们。因为很多爱妈都会觉得没关系，我宁愿你退还给我，我也不要你们把我弃养。哦，对，这对我来说会更伤。那很多人发现就是会，哦，我领养两天，哎，我觉得他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，那我要把他退养。哎，我发现他怎么长得这么大，力气怎么这么大，怎么这么爱吃，这么爱玩？我觉得这些其实对狗，对我们是还好，可是对狗的伤害会很大，因为他们就一个家庭，一个家庭养活一个家庭，所以我还是觉得说要领养的时候真的要非常确定，因为这个真的比结婚还重要，结婚你还可以离婚，可是这个一次领养就是十年、十五年，甚至二十年的事情。Remember when we were two beautiful birds? We would light up the sky when we'd fly. You were orange and red, but some women said I was green as an apple's eye. You said you loved all the songs that I'd sing, like nothing that